我就说嘛，不能相信蓝山起司的屁话，他们说南山有了，我偏偏要来北山。这老贼想逃。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这狼是咱的哦。这姑娘还挺有个性。没礼貌，不过还好，狼是我们的。这个音乐吧，第一，咱的了。收，晚上请过。这种货色也好意思拿出来，平等。姑娘，给点面子。对，杜老娘，把你的手拧下。下一位，口鼻端正，咬合完整，确实是一头好狼。来来来来，哎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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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张科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什么时候赏心酒馆的品味变得如此不堪了？垃圾！你说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说你的是垃圾，我是说在座各位的都是垃圾。上等东西，就给你巨灵鬼爷爷我磕三个响头，否则。这不认识人。姑娘，我肯定让你亲自把我张科的牌子放到那个榜首上。吴姐，得嘞，大哥。你看你们一个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今天就让你们看好的。瞧好了，经理。哎，谁呢？没了。我这样，刚才不还在这儿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明明有，怎么回事？诸位，我们差点被这小把戏给骗了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。他就是这破煤渣子，小子，跪下，磕头。喂，有是吧？哎，找死！救命！救命！你这是影响舆论了。科尔，科尔，我说过多少次，不要到那种鱼龙混杂的地方去。你怎么不听呢？让你凝神练性，这蓝山铁骑，迟早要交到你的手里。你给我就要，我没兴趣。科尔，你要记住，你和普通人不一样，因为你爹是就是个普通人，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，你身上流着战神的血，你要带领蓝山铁骑肩负起守护人族的重任。科尔，这不你也知道吗？别说，
蓝山铁骑就那点能耐，你得抓紧时间操练。我有我的事，你可别替我安排。混账！那都是你爹的心血，战神的荣耀，我不在意。赏金战对你而言也许是不务正业，但是我乐意，而且很开心。那是什么正业啊？抬着一堆煤渣在球馆里打闹，那就是你说的正事。至于那个狼为什么会变成煤渣，我确实没弄明白，但是我会证明给所有人看，我抓到的就是只巨狼。你好的。另外，我爹是我爹，我是我，别往一块儿扯。大祭司，蓝山城出现暗黑一族。余岭，告诉云将军吧。将军，昨夜战神境忽然异动，师父随派我到落日山脉寻找灵童，返回途中遭到了死狼的截杀。难道暗黑一族要卷土重来？北方极寒之际，暗黑复苏。大无忌，他的伤似乎已经痊愈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祭司，可有解难之法？20年前，暗黑族大无忌为我们一己私欲，打破天武大陆千年和平，亲率死狼大军偷袭人族王都蓝山城。面对暗黑族千年来最强的大无忌，唯有人族沾神之体，与赤皇族圣物天之心融合，才能与之抗衡。但天之心却不知所措。眼看人族就要全军覆没，战神张赤炎燃烧着精血发动了战神经，大无忌重伤陷入了沉睡，张赤炎生死不晓。当年如若张赤炎成功与天之心交融，暗黑一族也就不会再卷土重来。今日若能再次借助天之心的力量，张柯体内沉睡的战魂就能觉醒。师父，天之心在神域之谷，请让徒儿前往。从蓝山城到神域之谷的路途凶险异常，加上暗黑一族不会轻易的放过我，此行凶多吉少，运输无常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。祭司，可是科尔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这蓝山城，万一…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，张科是战神之子，成为战神是他的宿命，也是使命。云将军总要放手，人族的一线希望就靠你们。
那无忌，劫杀灵童的死亡被杀，灵童被他们拿到，我们的计划就要被识破。要不要提前行动，拿到天之心，以防战神之子重现二十年前呢？你说好好的狼怎么就没有了？人以为这是庆功酒，谁怎么想？这事儿没完，我们必须再抓一头狼，狠狠打到那些人的脸。等到时候拿到赏金，你娶媳妇的钱也够了。嗯，不着急。三条腿的狼不好找，两条腿的女人还不好找。不过，这次都是我不好，没有看住狼。不关你的事儿。回头吧，来。来。这个，这不白天的女的吗？你们今天抓到的不是普通的狼，是死狼。死狼？这个什么是死狼？死狼可能是一个生活在这个死狼。死狼是暗黑一族大巫界的爪牙，一旦受到致命伤害，就会化为灰烬。哎，姑娘，你是何人？我叫云林，奉祭司之命，请你和我一同前往神域之谷。去那儿干嘛？拿取天之心。暗黑一族死灰复燃了，二十年前的大战将再次发生，只有天之心才能拯救人族。等等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女祭司让我去拯救人族？张科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战神之子，拯救人族是你的责任。够了！战神之子，云灵姑娘，我们两个人就是赏金战士，你指望我这样的人拯救人族？就当这是赏金，和我走一趟。接吧。这一单事关人族安危，马上吧。小哥，暗黑族已经行动了，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。你看，大巫祭派出了死狼和义军，他们已经先行上路了。死刑也少不了和他们交锋，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……我接了。可儿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科尔，战神剑伴随你爹一生，正因为他，人族才有了二十年的安宁。云叔知道，你从小到大都想挣脱云叔对你的管教。你要离开蓝山城了，带上这把剑。将军，我们即刻前往神域之谷。云灵，
可是他我行我素惯了，你找机会把这把剑替我给他。将军请放心。多保重。神域之谷已经万里荒原，常人根本不知其入口所在。传言有位捏骨奇人，通天下万路，希望他能帮助我们。用笔圆润自如，设色典雅秀逸。笔墨华姿，翩若惊鸿。绝品啊！啊！好像没人啊。像这种高人游历山川也是稀松平常的事儿。聂谷深居简出，晌午时分恐怕是在午休。在这儿呢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啊！你们想干什么？竟然敢擅闯我四方阁！前辈，冒犯了。我们从蓝山城而来，听闻您有万里天眼，想问您神域之谷在哪儿？哎，不准乱动！吓死我了！你，这不就一个破铁圈吗？就算是你们来问路的，那也不能不讲礼数吧？啊！我看在这个女娃娃的份上呢，我大人呐不计小人过。你说谁小人啊？哼！啊，拿来吧。这是一点心意，还望前辈指明出路。哎呀，女娃娃，就这点钱。我劝你还是回去吧。事出紧急，待我们回到蓝山城，定然重谢。哦，可你这没凭没据的，哎呀，我怎么信你啊？老头，这是我们兄弟的宝贝，玄铁千里望，先压你这儿。现在能说了吧？看什么看啊？这可是蓝山城第一铁匠，用上等玄铁锁住，就这一个啊！哼，我聂谷可观万里路，这破玩意只能看千里，还敢在我面前说宝贝儿？哎呦！这个身上背的这个剑，看出来是个宝贝。是看剑吗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要是没宝贝的，那就请便。无双，前辈，此剑事关人族命运，恕晚辈不能给你，但还望前辈助我们一臂之力。行了，我看那也是浪得虚名。走了。那个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我把警戒还给我。我说呢，大白天门窗紧闭，我在屋里看这个。老头这是个色鬼。啊！哎哎，你们不能污蔑我。堂堂聂谷神人，
这要是传出去，这要是传出去，那就不能叫聂姑了，那得叫老四姑。好了，哎呀，你们说，你们怎样才不把此事说出去啊？那就拜托前辈告诉我们神域之谷的位置。唉，事已至此，唉，罢了罢了。这阴嗖嗖的地儿也叫神域之谷？就是这儿，赤皇族一向与世隔绝。哎，前面有道门，这是入谷之门，唯有赤皇族令牌才能打开。那岂不是进不去了？就这破地方也能叫神域之谷？我与大护法燕山相识，他会帮我们，我这就联系。怎么办？这么多狼崽子！来得正好，吴姐，抓活的！得嘞！我不是让你抓活的吗？你失手了，失手了。接着，大哥，不是说好抓活的吗？别！谁呀、啊？燕山，你陪我走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。神域之谷到了，我们走。玄鸟已经把你们的计划告诉给我，时间紧迫。我们又长话短说。通往天之洞的路由玄冰、玄空两位长老常年把守，他们法律高强，定闯不得。那怎么办？这是族长的法牌，有了它，你就可以调离两位长老。谢谢。咱们俩之间何须言谢呢？我会将暗黑一族出现的事情汇报给族长，大概一个时辰，族人就会到齐。
那就是你们行动最佳的时间。好。他们二人是要留在此地的，引他节外生枝。那我走了。啊，小心点。你在这等我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把我们俩晾着了？人已经到这儿了，抓狼才是正事啊。行哥，百年来我族以暗黑一族泾渭分明，互不干扰。如今他们贸然越界，大家要防微杜渐，以保我族周全。族长不必多虑，先祖创下九幽玄天阵法，从未被异族攻破，更何况我们有神兽庇佑，神域之谷被固若金汤。暗黑一族一向行事诡谲，此次究竟意欲何为？难道是天之心？拜见两位长老，谷口出现暗黑一族，奉族长之命，请两位长老前去议事。可有法牌？两位长老。这是何意？师妹，就这小丫头片子，我一个人收拾就足够。可要是你受伤了，我可是会伤心的。起开！师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大哥，你这是英雄救美吗？还找了两个帮忙的。就这点本事，今天我就送你们一程。悬空长老，谁在打天之心的主意？
悬空发动了天雷，赤皇族一定发现我们了。大哥，你能控制战神剑了？暗黑一族一定会想方设法拿取天之心，他们很有可能在天之洞出现。咱们走吧。对呀，大哥，我们到处找了，咱不如去天之洞直接等他们，多好。嗯，对不对？走。这里应该就是天之洞的入口。我们进来的是不是有点太容易了？这是天之心，这么大一个。云林，这些符文是什么意思啊？云林，人族真是无耻，竟然偷窃我族圣物！叶生，醒醒！长老，不妨问清事情原委，再做发落。不论原委，一律处死。扮成我族模样，想扰乱我，对吧？嗯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人族意欲何为。我族圣物岂能落入到异族之手？暗黑一族的目的就是要消除所有异族，你以为赤皇族逃得了吗？20年前的错，你还要再犯？你说什么？20年前，暗黑一族与人族交战之际，有一赤皇族人曾请求你把天之心交给人族战神张赤焰，帮助他对抗暗黑一族。没想到你居然下令把他们全部处死，居然为了人族擅闯天之洞，盗取我族圣天之心，按叛族处置。而张赤焰就是因为没有等到天之心，不得已与战神剑合体，才牺牲了生命。你是？没错，我就是那名赤皇族人的女儿。
个臭老头！呸！呸！原来你是我祖父文帝之后，你心系人族是吧？啊！可惜，战神张彻言已经死了20年了。就算人族拿到了天之心，又能如何？站在你面前的就是战神之子，只要天之心和他相融，他就能觉醒战神之力，拯救我们。别说是战神之子了，就算是战神张赤炎，也休想与我族生物相斗。叶神，赶快动手！族长，为了治皇族，请您交出天之心吧。终于原形毕露了啊！原来我的发牌果真是您拿的。族长，起行！是皇族人听令，让这世人就地正法。老快走！族，今日灭族之灾，不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还不是因为你树木存亡。天之心与我相融一事，是真的吗？你还要死更多的人吗？先祖恩泽浩渺，今日我此王一族悉数以纳，为报此深仇，纵使冒死触犯族规，以身我天之心托于人族，待大仇得报，祖孙以死谢罪。天之心藏于另一重天，若想得到他，还需一名赤皇之人从旁相助。让我去。明白。
那里有灵兽守护，凶猛异常。族长，还是我去吧。燕生，我父母是因为天之心而死的，这是他们没有完成的使命，必须我去。可此行九险一生啊。别说了。放心吧，有我呢。你们都上来吧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来拿宝贝的吗？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你自己小心点。好的。燕娇的上场，抓紧时间。你说天之心会不会在这上面。这是火爆闪烁，大家小心。天之心在它生长。灵儿，你没事吧？有何？拿到了，但是没有和张珂相融，而是进入了我的体内。看来你还没有做好成为战神的准备。在没有互报神兽前，天之心一旦感到风险，便会自行选择赤黄族一人存入他的体内。被选中的族人称之为祭灵。你的意思是我成为了祭灵？
战神，我一直把你当做最信任的兄长，无论是小时候还是现在。夜深，大哥，你说你都这么厉害了，怎么还没有做好当战神的准备啊？大哥，我肚子疼。没事的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我和他还是不一样。如果换作是我爹，事情应该不是这样的。20年前，我爹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走了。我很想知道，他做选择的时候，到底有没有想过我。其实你有答案，只是你躲起来了，不想去面对。现在让我选，还是这样。那你为什么和我一起进入另一重天？不知道。你听说过月牙花吗？听说它是通灵的，而且它的花语是不恋不恨。不恋不恨。我师父说过，一念起万水千山，一念灭沧海桑田。张科，当你放下念的时候，你就准备好了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云玲，谢谢你。哦，对了，这个还给你。说好了给你的。其实用不了这么多。多出来的，就当你欠我的。哎，云玲，下次再有活，记得想着我。嗯。想着你。想好了吗？
老崽子来了！哎呦，你吓死我了你！你干什么？我究竟哪里比不上你啊？战神正派刚开始，绝对会烟消云散的。你快去阻止他呀！天霄，天霄，大哥，天霄，大哥，赶快走！天霄，这不好吗？停下！斩可不可？你若毁掉了斩灵阵法，云林尽快会灰飞烟灭。灰飞烟灭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云岭，你不是说还有机会的吗？张科，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我们都没有傻，是你，是谁？我的生命还长吗？一个是大哥，他比狼崽子厉害多了，我撑不住了。闭嘴！什么时候跟我说？大哥，你这几个月一定要拿到榜一。不是我，是我们。跟对人，走对路，做对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
张柯，当年是你父亲舍生取义，人族的命运才得以改变。过去你一直对你父亲的离开耿耿于怀，从不承认战神之子的身份。可如今，人族再遭浩劫，只有你才能够挽救人族。若你再不放下执念，接受真正的自己，成为新的战神，人族唯一的生存希望将烟消云散。对人走对路做对事，是我没脑子。我呢，还是会继续做一名赏金猎人。是当人族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换另外一个身份。只可惜。
只可惜，欠你的，永远也还不清。
客官，嗯，这些都是今年最新款的胭脂，您看，您都挑了这么多了，到底选哪个呀？我再想想啊。老板，你的神牌到了。神将光临，小人有失远迎，稍等，稍等。干什么干？走。等等，东西还给我。什么东西？哼。嗯，我拿的，老毛病犯了。这钱既然在我们这儿，就是我们的，拿过来。哦，是吗？那你现在在我手里就是我的了。老板，这个是胭脂钱，这个不好意思。我愿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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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进来。清醒一点，这邪教摆明了就是侮辱你们，竟然还一个个主动送上门，要你管啊？喝几天洋墨水，神气什么？装什么大义凛然？这年月不是被人侮辱，就是侮辱别人。你有个好爹，我们身无分文，怕什么？就是啊，我们你们相信我，他们都是坏人，他们都是骗子的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有钱管吗？孙大小姐，管得着你？好久不见呐。陈思海，怎么是你？知道你是个无赖，没想到你竟然跟这帮邪教搞在一起，赶紧放了我！不然的话，我不然怎么的？让你那个心上人杨烈军来收拾我？我告诉你，他真来了我也不怕，因为到时候啊。咱俩都成两口子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干嘛？你这样绑着我，弄得大家都不尽心，不然你放开我。反正这里都是你的人，我也不会跑的，好吗？好。哎呀！啊！没打着。啊！你谁呀？你干嘛的？啊！烈君。
小心破锁。从这里跳下去，楼梯已经被堵住了。这有点高啊，这来不及了，快！佛祖朋友，佛祖朋友，舒文，快走！这边，快！人呢？那边！舒文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回来也不去看看我们？这次还走不走啊？脸怎么那么烫啊？是不是发烧了？没发烧吧？漂亮吗？美。你放心，你的情况呢，老爹都已经告诉我们了。我觉得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儿，况且你师兄现在也需要你的帮忙，对不对？其实，我这次回来。舒文，你多高啊？
好看哎，你觉得呢？你和烈俊的身材差不多，我之前还担心会不合身呢，现在看来完全没有问题嘛。我还是脱了。哎，别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看那里，看那里。这是什么呀？是在战场上历练出来的，自然凶猛不少。舒文走镖靠的是情面，出手留有分寸，能忍能忍也是豪杰。师父欣慰。我已经从锦儿的信中听说六甲门的事情，这次专程回来，今日在镇上暗中查探了一日，果然是个害人的邪教。这些日子啊，他们更加的变本加厉，前段时间还搞了一出那个什么神佛现世，镇上的百姓全被他们给糊弄住了。神佛现世你也看见了？看见了，但这不科学，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他们的秘密给揪出来。哎，烈君，依我看不如就快刀斩乱麻，你带着部队杀回瓜镇吧。可不能如此武断，毕竟现在还是衙门在做主，只不过现在辫子军企图复辟，各方各派都在观望，也探一探这个赵广孝的底，看他究竟是哪一路。如果他有意投靠新军，争取他不是不可以。如今六甲门闹成这样，他身为道隐不闻不问，恐怕朕……师父，这事儿啊您就别想了，费神交给我吧。不管现在多黑暗，黎明一定会到来。好了，大家团聚不易，满饮此杯吧。来。Cheers。小文，来。干杯。干杯。
但我想他走南闯北应该经历了不少事儿吧。你是他师兄，要多帮帮他。当然。对这个六甲门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去道运公署走一趟，看看六甲门与赵广孝之间到底有什么猫腻。带上我。带他下去领钱吧。是，走吧。我前日就是送包裹到这个道影公署。但是当晚就有人暗中埋伏要取我性如此想来，这道影公署一定有问题。干什么了？巡逻呢？走吧。等等，爸爸就这样，走开，走快，走。我跟赵广孝测试同窗，这张脸恐怕藏不住。大人说的极是。哎，倒上啊你！要不然我们怎么喝？哦，是不是傻呀？机灵点儿，大师。咱这一波走得不错，这不全仰仗大人您吗？啊！哎呀，可是这接下来该怎么走？大人，得给个明示啊！这个你无需担心，我与一个谁啊？瞎呀你！对不起，长官。滚！去外面看谁？是。
这个六甲门果然跟那个赵广孝有关系。师兄，师兄，这些年我心里有。别瞎想了，既然跟六甲门扯上关系，倒容易解释，多半是一些制造幻觉的伎俩吧。幻觉？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。师兄，我有个主意。快坐。天地神威，诛灭鬼贼，六义相符，天道赞德，五灵所行，五德天助，前后折罗，青龙白虎，左右驱魔。却道前世我就是这个味道。大天为助我，你闻到了吗？诛灭鬼贼，六义相符，天道赞德，五灵所行，五德天助，前后折罗，青龙白虎，左右驱魔，诛却道前世我为大天为助我。我这样带着别动，然后按就行了。六甲神钉现身！哎呦！哎呀！小文，师兄，这夜里一定有问题。人可以被迷惑心智，但机器是不会说谎的。列军，干得好！师父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我查过了，这个无量老祖行踪诡秘，如果不找到他的栖身之所，
啊！这，哎。我，楚文，
中央政府命你部出兵增援，你却迟迟不见动静，你想干什么呀？就我手里这几杆炮枪，人家是狼，我就是只哈巴狗啊！我去你！我现在就毙了你！将军，求将军给我一条生路！姓王的，给脸不要脸，真以为我怕你？这天蟒蛇呀，真是奇妙。野君，野君，人呢？他会不会偷偷去对付赵广孝了？那我去帮他。哎，你再去六甲宫，争取找到赵广孝和六甲宫勾连的证据，这样。就算你师兄真的处置了赵广孝，我们心里也有个底。好，嗯。你们可真中用啊！亏得我这么信任你们。这六甲门，看来是留不住了。别呀，赵长官。别介了，是不是？是。我投那钱，本儿不还没回来呢吗？列爵兄，六甲门就是他守的，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赵老兄，我们之前在信中约定联手做事，你提供神药，我提供军队，是也不是啊？这个您听我解释。是还是不是？是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搞出这个愚蠢的六甲门？这些人不是贼就是盗，能成什么大事啊？我这不是想着往回收一收成本吗？那你也留着点脑子。你知不知道他们从中克扣了多少？妈的，玩我！看什么看？跑啊！来人，给我追！别追了。李军兄，不要动气嘛。前几天刚送来的最新成果，药效强过之前百倍。
六甲门是邪教，已经被剿灭了。你们都回家吧。他们都是孤儿，没有家。
公审降临，新男新女，素来拜见。诸位信徒，伸出双手，承接老祖大富大贵。差不多了。我就问你一件事。聂军兄，这就是我的人研制出的新药，它不仅能把战斗力提升到顶点，还能保证他们牢牢听从你的号令。有了这个，我就等你吃掉他们三省的部队，收下整个中南，一统天下。你们真不该来。是不是你？小文，别问了，没意义。现在走就当什么都没发生，我们还是好兄弟好吗？都打死了得了，省得磨磨唧唧，这么大废物。你真的很吵。杨烈志，你这个混蛋小儿。为什么要骗我？就这么想知道真相，被我骗一下不好吗？等我打完了仗，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会改变。
爹，我知道你舍不得我，但我想跟着我的心走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小姐，李师傅走了，给您留了这个。孙家阿姐亲戚见心安，此番不告而别，万望阿姐海涵。只是弟还是没有办法跟阿姐一起走。阿姐常说这世界在沉睡，需要觉醒，可究竟什么是梦，什么是醒，我却分不清楚。既然分不清楚，就不能妄自为之。但来日方长，山高水远，后会有期。弟，舒稳。